CK 的巨像还是给对方非常大的压力哦，对方都不敢贸然攻击哦。在劝这种狭长的地形哦，狙击枪这个地图上哦，狙击枪占了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。狙击枪如果可以杀得很疯狂的话，基本上对方的压力也是会非常大哦，距离又远又狭长又狭窄。好，一期的 Tom 首先先发制人哦。不过这时候 UMX 的回防让一期散出来的人没有得到太多优势，一期的 A 局连载了两个之后，现在人数的比来到2-2，现在一期只剩下 A 局哦，不过 UMX 还有两个人，哇，三一的巴拉非常准确砸到了三楼下哦。